好了，看到打电玩也可以是职业吗？有一群年轻人，平均年纪20到24岁，他们住在一起，每天从早上9点就开始打电玩，一直到晚上12点。而且特别的是呢，他们的固定薪水有4万元，再加上比赛奖金2万块，一个月大约是有6万元。能够打电玩收入有这么高，真的是羡煞不少人。手指快打键盘，眼神盯着一幕，非常专注。他叫可乐，今年25岁，现在的专职工作竟然是打电动。可乐的前一份工作在布行担任业务助理，每天朝九晚五，每个月的薪水2万2。但我当初在做业务助理的时候，其实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很多这样，然后就是又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工作，我觉得兴趣能成为兴趣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。当上电玩选手后，可乐每天早上9点起床就开始练习，一直到晚上12点才能睡觉。每个月固定薪水4万，加上比赛奖金分下来，平均拿到2万元，就有6万元的收入，还不用自己付房租水电费，算一算一年的收入直逼100万。当然可乐并不是个个案，这里的每位选手待遇统统一样。在台湾的环境，可以靠比赛奖金稍微去贴补一下自己生活的所需。那每天练习完这个电玩团，七位选手们都会做检讨，能够在不景气的时代找到一份家人支持，自己又有兴趣又高薪的工作，比起其他同年龄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机遇非常幸运。中天新闻办记文张一华台北报道。